先生这一生难道就不曾为过一个人一件事而心难自控吗？以己之命换区区一个张哲，求大人恩允。你为什么喜欢张哲？他明明根本就读不懂你，只有我才能懂得懂。你放开我！这件事并非强求就能有结果，不过是互相折磨。如果亦是国，如果于是谁爱你，谁中意你，谁又需要你？这是你，我要你。灵儿，你告诉我，你究竟在怕什么？你到底在怕我什么？倘若你杀过我呢？杀我？你不！有些事就算重来一次，我也还是无法撼动父老。欢朝离合。